大家好，我是新彩公司的陈国清，咖啡沙的创办人。那在2018年邀请大家减用一次性的塑胶餐具跟保特瓶，而且呢欢迎大家喝咖啡回收咖啡渣，让我们一起共同维护生物多样性，以及减缓气候变迁，减少对自然生态的侵扰。2018 Connect to Earth 3月24号晚上8:30到9:30，请大家关上不必要的灯，与荒野一起用心守护台湾的自然环境，与地球进行伟大的连结。谢谢大家。